哎，那个阿姨呀、啊，阿姨，你这个啊，治水啊，这些就住嗰啲河流啊，水唔通啊，佢、哦、所以去疏通佢啊，修整佢咁样天水嘅天水塘啊，即系我哋个姓曾嘅人系天水塘啊。就是我哋姓曾噶啦，就是系皇帝啊，个时间个时期啊，个仔仔嚟嘅，走之前去到山东咧，就去落石嗰度，落石，咁话嗰啲人咧，即系又系冇咩和咁样啦，又系，咁你又走咗嚟，而家美南下啦，即系个时一路咁捉下落啊，就是喺北边、东边咁样落到嚟江西咯。江西啊，江西嗰时揾食啊艰难啦，咁咪分散晒咧嚟到广东咯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嘅姓曾咧就喺嗰度，咁样嚟，咁样讲啊嘛。